喝下一杯社区青少年亲手泡的咖啡，让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精神一振，还亲自到老旧公寓送餐给独居长辈，让阿公阿嬷好窝心。包括里长独创鼓励里民参加社区服务，可以换取各式食物跟生活用品的食物银行，连胜文都很有兴趣。而为了让民众自发参与社区事务，真正解决问题，他提出社区参与式预算的新概念，包括里长跟社区工作者都可以提案，让市府跟社区紧密合作，让最了解社区问题的社区人都能有机会改造社区。如果对市政有兴趣想参与的朋友该如何加入呢？就在前两天，连胜文的官网也正式开张，这个以明日台北市政厅为主轴的竞选官方网站，没有花俏设计，也没有绚丽动画，打着全民都可以参与并设有联署机制，当联署达到千人，就会有17位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组成的市政顾问团，也拟将市民的意见纳入市政蓝图，也欢迎民众一起来加入。记者郭灿勇，采访报道。